自动点火添油及13种调味液于一身，灵活掌握火候，同样抛物线的颠勺功夫。在山东济南一智慧餐厅后厨，掌握18般厨艺的炒菜机器人两三分钟就能制作完成一份炒饭。据了解，该餐厅采取顾客自主点单、下单、取餐形式，再经炒菜机器人制作，最大限度保证无接触供餐及菜品纯正的味道，用机器人炒出有灵魂的美食。智能智慧机器人呢，它是通过我们既定的就是控制面板的形式，模拟了人体的这种力学的形式，就通过这左右摇摆的形式，能够使电机能够减少这种磨损，同时呢受热没有那么强。这个机体当中呢有13根管子，这是我们的调味口味的主要的来源。咱们每一道产品的时间呢大概是在2分半左右，所以说它的出餐的效率也是蛮高的。西贡黑椒蒜香牛肉炒饭、伊犁番茄炒乌冬面、麻辣香锅炒麦香面。记者25日在该智慧餐厅看到，在防疫期间，这些由机器人烹制的美食让不少人在点菜机前纠结选择。今天在魏翔家点的是一份西贡蒜香牛肉炒饭，从取餐口那边我看到了只是机器人从那里翻炒，没有师傅，然后相对来说吃起来也比较安心一些。在这个特殊时期的情况下，他们家的大米是那种粒粒分明的，这个黑胡椒的口感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比较适中的，在选料配料这方面很有比例，不像那个外面炒那些就是会咸了会口味淡了一样。有人认为机器炒制出的饭没有灵魂，为保证菜品的纯正口味，该餐饮集团一直致力于炒菜机器人的创新升级。与市场上用电炒菜的自动炒菜机不同，该炒菜机器人用明火烹饪菜肴，使菜品锅气十足。所谓锅气呢，就是指的这个火和锅之间通过食材的烹饪而产生的一种的气体，叫锅气，也就是我们说叫食材的或者食物的灵魂。因为本身呢，咱的智能机器人的研发的初心就是通过人体力学的这种形式，整个的操作程序啊，包括时间是可控的，恒定的流量的燃气的情况下和锅来进行碰撞，有食材的加入，这样烹调出来的锅气或者是我们叫味道还是比较完美的。侯明静告诉记者，炒菜机器人的运用可缓解餐饮中普遍存在的员工人力成本高、流失率高等难题，且只要做好机器人的检修、维护等护理工作，可以让它无怨无悔地一直做菜。下一步，该集团将提高炒菜机器人在休闲餐及正餐中的利用率，加大研发力度，创新美味食谱，助力炒菜机器人的进一步推广。